三个三，基本的穿搭就会没问题了。这是我多年服装设计中啊也遵循的原则。你收藏好，一色不过三。我们在穿衣搭配时啊，身上的颜色永远不要超过三个色。这三个色要以二八比例分。二八的比例的意思就是80%是主色，20%是配色。这样的搭配总是最好看。第二，穿衣的层数永远要保持三层。这个无论我们穿西服也好，穿大衣也好，穿毛衣也好，你只有保持了三层的搭配，你会穿衣啊最好看。如果我们有时候没有三层，那么我们用丝巾啊、围巾啊、项链，它都是可以增加层次感的。第三，服装搭配比例，无论衣服的长短，你都要把身体啊分成三等份，二比一是最好看的。只有上下同等的长度的搭配是最丑的。你记住这三个三，穿衣不烦恼。